天刚刚亮起来，山坑村的祠堂在静静地等待几位特殊的客人，大木老师。他们已经在这个祠堂中工作了两个多月，堆叠如山的粗犷木料在他们的手下幻化成了一件件细腻精美的建筑构件，即将为这个古老的村庄增添几处亲切而灵巧的亭廊。在这里工作的大木老师依然延续着日作入息的生活方式，每天六点多便开工了。最早到的总是汤光定老师，他今年64岁，来自邻村金宅村，处事勤勉内敛。他少年时学原木，但随着原木家私逐渐淡出生活的舞台，30多岁便加入了大木行当。入戏的老师们都来了，王永东老师今年62岁，来自黄江村，是这个大木团队中的二娇老师，经验丰富，技艺高超，20岁左右便开始做大木了。作为二娇老师，便要承担起技术难度高的活儿，以及各种构件的复查。王忠福老师今年64岁，是永东老师的同乡。他因为受到阶级成分的影响，很早便辍学了，但他雅好历史，民间文化中的阴阳地理都有涉猎。汤启光老师今年46岁，这个年龄可谓是团队中的后生，行事果敢干脆，诙谐幽默，吃力危险的活儿挺身而出，不在话下。最后出场的是长班老师王光宇，他今年54岁，来自碧莲附近的山下村，17岁便跟随父亲王国松学艺做生活，19岁便独立与别人搭班当二娇老师。虽然王光宇老师说自己小学也没毕业，但他具有极强的空间级和想象力，手头功夫已精湛超群。作为老司头，他是整个团队的核心，负责工程的接洽、构造的谋划、活计的安排。老司头的标志性任务是划墨，即安排构件的榫卯构造，但除此之外还要身先士卒，排忧解难。这次工程要用南溪江传统的木构方式，在村中增设2条廊、3个亭，造价大约是34万。随着钢筋混凝土建筑一阵飓风似的挤开了传统木构，大木构的生意越来越清淡，学大木的年轻人更是凤毛麟角。这次工程正是个调查记录南溪江传统大木作技艺的难得机会，我简直大喜过望。有没吧？你听，真的要专门讲槟榔我懂不完？啊？真的吧？在那个要专门讲老师我懂不完？懂啊，我是活嘛我嘛。哦。老师们对我这个纠缠不休的毛丫头常常表示善意的不理解，别拍了，难看死了，这么落后的技术拍出来可要倒霉了。然而在我的眼中，看到的不是眼下一个具体工程，而是大木老师身上所传承的中国木构技术那超越千年的沉淀。我对他们的双手、眼睛和对木材的知识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他们所下的每一斧、每一凿，所弹的每一条墨线，背后都经历过无数代人细腻的推敲、不懈的改进以及严谨的传承。你看，
老师们手下对月亮表面弧度的处理。翻开营造法式，你能看到那千年之前的渊源。你看老师划墨时那轻轻松松的对身体侧角的标识，也能在营造法式中找到千年之前的印证。身体就是木架从民间往两边主品升高，侧角便是所有的柱子向建筑中心微微倾斜。正是这些细节上的奥秘，形成南溪江民居那飘逸柔软的屋面，挺拔朗健的结构。那么屋面到底取怎样的弧度最飘逸而遮风挡雨？柱子到底倾斜怎样的角度最朗健而稳定有效？这些问题，南溪江人思考、探索、试验了千年。一代代人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追求，最终凝聚成今天大木老师脑海中那几个简单的数字。从这几位大木老师的手中、口中，我们可以追寻南溪江人千百年来所积淀的对结构的理解、对施工的理解、对空间的理解、对造型的理解、对细部的理解。我的敬畏本质上便是对时间的敬畏，而在这片山水中延续了千年的大木记忆，在现代化浪潮面前却面临着彻底中断的危机。我们也在逐渐地失去生活的优雅与朴实，失去对这片灵秀山川的欣赏与亲近。作为一个南溪江人，希望这次记录能为我们保留和传承祖先留下的这份财富，借尽绵薄之力。用七百国公交五百上啊，用的御用四方哎，待他明月不平安啊。哎，该是对那个该是你的天了，该他们用了嘛？该是四姑父老头。哦，该是四姑父老头了。